五妈姐，哥来啊！今天要介绍这个六孔 USB， 出国旅行一定要用到的东西，不买是笨蛋，因为你都在那边找电源孔。我说给你，不是大家都笨蛋，因为我也是笨蛋，曾经为了找电源，这个有多厉害？你看，你插一个110的小米，等一下，小米来了，小米又在倒立了。你看，思考是相反的，所以要跟你们输入新思维。为什么要买这个六孔的？多方便！你们现在一家人出去呢，会有几个手机？最少会有两个以上的设备，两个孔。你要看到 USB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孔。为什么要有六个？因为你会有两只手机以上，而且你这个110的电源插座还有插头，你都要在那边找。但是从此你买了这个以后，你们全家人只要一台这个，或者是在你们家办公室，你只要插着。插卡撑，上面都 margin， 小米是不是？是，他说是，没有错，是啊，真的很好用啊，而且质感也做得很好。小米我介绍的嘞，去边个估？就白色的、啊，因为没有拆新的，很漂亮哦。六孔啊， 2.1A 啊，足出书店的、啊、哈、哦。然后这个乳白色的头，而且几条线。啊，你有方便无？你只要甲插咧摆咧空，啊，只剩咧六空，你就插看你要插啥，真的还不错，出国的好帮手，参考看看。